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仙侠梦嘛，今天我们给你一个机会，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蓝屏前进行一段无实物的表演。来吧，快来吧，就举一个最中二的吧，希望我的后面是像个太阳那种感觉吧，有个光环，然后相当于我现在打出了这一掌，如来神掌的感觉，有个冲击波，就直接打碎镜头，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。降龙，降龙。十八掌。此刻我的背景是一个闪着金光的天空，然后我这个一转身我就出现了，然后我现在手中出现的是一个粉红色的光波，这上面是一个七彩的光波，所以就是一个非常五彩缤纷的一个属于灵儿的光波，这么一飞我就站在了一个剑上，然后左飞右飞，继续逍遥哥哥，哇，好美的山谷啊！哎呀，怎么谁在操控我？哇，五头小野猪让我用霹雳擦擦，啪啪啪，金尊冲，擦擦擦，火焰攻击，切，水浪滔天，啪啪，变出我的神仙玉女剑，金出。居然打不过他们，好强！我的血已经从嘴角这里滴下来了，打不过，好 AI 换脸，杨迪，哈哈哈哈，你们过来呀、啊，哈哈哈，我终于把他们给打败了。我可以把这一段，技术要点非常多，我希望一定要后期跟上，不然这一段会非常的傻。把脸换回来，我还是美丽的我。这里好荒芜，我要拯救苍生。花开，彩虹出现，雨停，太阳升起来，变装变套红的，变装变套紫的，变装，我的孔雀开屏，给我配那个尾巴，哇，我的尾巴毛好丰盈哦。好了，我是剑圣，我完全做到了心中有剑，接下来我们嘴里拔出一根剑，围着我转，摄像屏幕。